Hello， 大家。累了。我真的很庆幸我自己刚刚在回来的回家的路上之前，我就已经先买好晚餐了。那我现在一定是又叫外卖，不然就是随便吃。做得太好了，这个我要称赞我自己。那现在吃完要是冷掉吗？对啊，但没关系。我很懂得知足感恩。你看，我学姐好好。学姐怎么没有？因为我的实属学妹她要买会计课本，但我其实很想卖她呢。但是呢，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要重补修，所以我卖不掉我的课本。好累哦，好想卖书哦，但我今天又买了二手书，一直在买书，要卖都卖不了。我跟你们说，我不是原本说早上要去上课吗？明天，但我怎么想都觉得好累哦，我还是睡到自然醒好了。鸡肉饭。很喜欢那运动吗？好累，真的好累。我发现我注意力好不集中，老师讲什么我都没办法认真听了。
海鲜吧。应该不会讲什么嘛。我今天下午上的行销课程就直接开始讲了。而且你知道就我上学期不是有讲说有一个女生，就是那个英文那个都不回我的那个女生，你知道她居然她朋友改选这堂课欸，改选那个就是那个英文回话，她找朋友就是跟她选同一堂，所以我也改去跟我的朋友上同一堂课。然后然后呢他今天下午就是上了那个行销课，他也有上，但是要分九，就一组九个人的组。然后呢我一开始没有发现是他就是在那边，我想说一个人在那边，然后我就分一分说哦还少一个人，然后我想说要找谁，然后我说啊不然找他，然后我同样的组员我们就说不要不要，然后我就啊，然后我看一下人哦，然后就是然后另一个人就说或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超坏的。不行，不可以啊！我总会当中介人，还是我应该直接把 LINE 给他们啊，他们自己去聊。我怎么会当这种传话的啊？对啊。我现在先传话，然后如果学姐不喜欢，我就叫他们弟联络我。好大的方式，好热是吗？你热吗？他后来好像就晒，因为他是第一堂课的下课，就要分组。然后呢，那个女生
所以他下个周就回出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了。他应该是退学。我怎么在？我又在当中间人呢？怎么会这样？好烦哦！联络资讯，选择 LINE 的好友。你知道我，因为我一直放生我学姐，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我现在又在跟学姐要书，我是觉得很厚脸皮。我怎么放？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E的人，然后呢，他也没有，不是，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家居找那个。就是家具，然后找我的直属，然后我就去问了我的直属，然后我直属就说他不要，然后所以我说我确定之后跟你说要不要去，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回我学姐讯息了。不是，他之前还邀请我去参加什么宿营，他说他是主招，他什么？他是总招，然后我就。我不行欸，很害怕。啊？你很E的人，你不能去宿营。我记得我好像还是转工作，结束话题。他说他加他了，然后什么什么叫我跟学姐讲。我的学姐直属学姐要变得比我跟我直属学妹好了吗？终究我才是被放生的那个，不是被放生，是我放生了他们。
下去，赞哦。我学妹蛮可爱的。我都没加他的 IG 嘞。他不知道这是男孩子，什么？那是爱豆吗？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哎。但我传给他我的课表的时候，上面名字没有码，但他应该知道我的名字。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是爱豆。我的知数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爱豆，但我。我那时候创了一个根本没有人家的账号给他加，因为他问我说我有没有 IG 啊，然后我怎么想都觉得很尴尬啊，然后就一般人不会去勾稽学名，我会、欸。你看我之前看我同学觉得很有钱，然后他又发他爸的名字，我还会去查他爸的名字，然后就哦做这个的，对。会查吧？怎么可能不查？没有不才没有。学长爸爸是教会老大哦。吃饱了，好啦。怎么办？我真的明天我会起得来吗？我会起床吧，我应该会起来的，应该，我会起床。陪我去练习，我现在练习我的头发。我的蛋卷夹昨天才出货，然后所以它就是还没有到。好乱哦，这里。给自己乱倒，看起来是一片混乱。
我不是每天打扫，没有。我跟你讲，我现在最乱的是我房间的地板，那里堆满了一堆礼物。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装饰品之类的。这装饰品丢掉，你要确定欸，直接丢掉吗？全新的欸。我想了想，我就觉得好像丢掉不是办法，二手卖掉也不是办法，送人也不是，就是一个很尴尬。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没有堂弟堂妹，这就是跟抱枕啊，所以我不喜欢抱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办。小助理，他才不要欸，他会嫌弃。送给阿妈，阿妈看了就是说：“我不要这个。”我之前就问他说：“你要这个吗？”他说：“我不要。”是我被嫌弃耶。好了，就是呢，我们要来制作卷卷头，所以我们就先分个层。其实我昨天也没这么做，我昨天有试卷了一下，美发师不都这样吗？他们不都这样吗？把它抓起来。你的地址是台北市中鸿山区，你住中山区啊？真的假的？我这样好看。呜，还好，但好像没有那么烫，因为我的头发很。这个好难用哦，这个真的超级难用的。好热，开冷气，小心一点。什么？你又知道我住哪了？像是说这样卷是不是？其实我不太清楚，但我做。昨天是这么卷的，你常遇到人？你说中山区吗？你遇到谁？你没有遇到我吧？知道的也不告诉我，我知道你知道。啊，卷的真不错。我们要来计算我总共花多少时间，就代表说我明天要几点起床，这是一个问题点。这个灯，但我跟你说，遇过一堆人都啊，我会遇到自己本命。本命遇不到是不是？好，我们秉持着一个有卷到就好。哦，这个灯很不舒服，它一直在我的耳朵。这要洗多久呢？就是不会遇到 A， 但会遇到 B， 是不是？退坑就会遇到了，真的假的？有这回事哦？是真的。我弄得好可怕，你说很怕烫到自己吗？还是什么？为什么很可怕？
你说我感觉会烫到自己，还是我卷得很可怕，不好看？喂喂，很烫的感觉，确实。好了，我们这层用完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们在讲什么？什么啦？什么什么？他不爱你了？你有手往上滑吗？什么手往上滑？当你在路上遇到喜多，嗯，说的很有道理。是有卷过还是没有卷过？应该是没有卷过。哪天真的乔伟，你要逃跑？你要逃跑？为什么要逃跑？就决定不要逃啊！为什么要逃跑？你为什么遇到我？哦，因为我已经不推你了。我肚子叫被大家听到了，好丢脸哦。不要，谁敢剪出来试看？不然你们会以为是谁的？啊，你们的肚子都不会叫吗？你什么都没有听到，真的假的？真的以为是你的？刚刚声音很好听，谢谢你。不是美女耶，抱歉，踢出直播间，她突然就被 ban 掉了。所以我家有吸尘器，然后呢，她等一下会说什么？
他可能想推销，要买给我吗？真的假的？美女可以看一下你家吸尘器吗？好，然后我们先，我觉得先喷个胶。念我等一下全部卷完的时候就不卷了，反正等一下要洗头了，就先喷个胶。我是觉得我是卷错边啊，为什么两边的卷是同样的？因为我在练习啊。无论我是卷错边吗？它为什么两边的卷长得一样啊？我这边往外，我这边往外，它不是正常的夹这样吗？它应该要这样，这是都是往外卷欸。这是这是内卷，这是往内，可是我不会往那边卷，就是我这边往这边卷，啊我这边往，哦要往内，因为我卷错边是不是？好像是，那我们下一层再试试，都在内卷，讲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这边刚刚是往，我刚这样，然后往这边，所以我这边这样，所以要往另一边。这个不顺啊，这样不顺啊，所以应该这样吗？这样，什么内卷是什么意思啊？就林果刚刚说的内卷啊，哦，这样对吗？是这样吧？这是往内了，这两边不是就卷长一样吗？不一样吗？这不是一样的卷吗？哦，不一样耶。好，这样我知道了。这个朝自己，然后这样，网络用语内卷啊，啥意思？你这样考试，大家再偷读一小时啊。这样全是对的吧？对，这样是对的。那我这边是往内的吗？
还是这也是往外？应该两边都朝内。这个是往外，可是我这边这样应该没错吧？这样是往内。哎，我不喜欢吃小卷哎。这是错的吗？所以应该也要这样，是不是？我试试看。好热哦！天啊！这卷是对的吗？好像不对，刚刚那才是对的。我公也不会想要用这个，想想就觉得麻烦。然后我又一定是跳，我的这个细软发跳两首歌，它就直掉了。然后我用了两小时，它直掉，这是一件很令人难过的事。好，我们就这样了，我不管了，我明天就这样。梳开，我用了15分钟，很快、欸。然后感觉这里。他们不是都会在头顶上再加几个卷吗？这要撑到明天哦，怎么可能？这样会卷吗？不会。那我的头顶就没有这回事了，没有要卷。没有，但我应该会早点起来弄，以免就是手忙脚乱。头顶夹一下比较自然，我用这个。刚有什么东西掉了，但是，哎，哎呦，我要出国了。真的会有人出国的时候这样子带着出门吗？
你们都敷衍我，没关系。我明天刘海过短，它缩上去怎么办？也不会怎样。我不会卷这个，欸，这个卷的好像不是好事，拉直。要怎么让它往后？像这样也不好看，要直。好了，内弯内弯，内弯是100分，肯定是内弯。嗯，它弯错边了。算了，我明天就不卷这一撮。他，嗯，嗯，头顶夹下没有比较自然，它只有看起来不小心被凹了一角。显然是没有比较自然。哎呦，我没法原用好头发把那个毛巾拿掉。这个卷卷错边了，明天它会好看的，但它现在卷错边了。怎么今天很怪？啊！不要为你吵架，现在干嘛？内弯。明天没有要干嘛？我明天要去考会计小考，漂亮的去考会计小考。你怎么这么卷？杨鹏现在才来是不是？没有啊，我刚刚就是想说练习卷一下头发。开学就考，对啊，但我现在根本不会啊。你不会说，哎呀，你今天太漂亮了，因为我根本不会去上课，我只是素颜。我会漂亮的去考会计小考。学长都来，都要来问我说，
学妹，这题你会写吗？想很多。你要考注释吧？你考错科了。没有，根本不会有学长理我。我会躲开吧？对啊。干嘛、啊、不能幻想一下，是不断幻想哪天你练习累了一定要交给你那一本厚厚重重又贵的会计课本。刚卷错边真的是不好看。他现在他应该要卷另一边的。这样才是内弯。假装它是对的，它是间谍卷法。你知道我最近脸比较大，你有没有看出来吗？我最近脸比较大，好冤哦！啊啊！遮起来。我没有拔智齿啊，没有啊。南瓜打我，你把我抱起，你讲什么？我的口红露出。我想一下，我上次开工是如何去现场的？上次是我爸载我去的，我没有办法开车。然后就是发生一点大问题啊，就是那个我的车的那个水泵浦跟引擎漏油啊，就是它现在需要一个大整修，所以我现在是捷运人，通常会是建议买一台，我也是这么跟我爸妈说的，但他们说你要买自己去买呀，你不要就只想着买车，你要养得起车啊。
这节真的，我前几天又被骂了一次，两头鼻一样，稳的吧？买来给我养。明天要露耳朵吗？还是不要？还是露一边？不要，我这边脸很大，所以要露是要露脸小的那一边。哪一边啊？哪一边好看、啊？我的黑，我的眼袋。你知道昨天一品居然跟我说什么吗？一品跟我说，有人说你长得像朴宝英吗？我想说，好像这边比较好看。谁？蒲松龄不像吧？我也觉得不像。我就要来试贴假睫毛。我今天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目的但一直在做事情的行程。这是我新买的，我上次好像有分享过。欸，没有拉好，它歪掉了。哎呦，今天当辣妹，你知道我就是我前几天就是。我就是去探班我朋友，然后呢，我探班完之后呢，然后我朋友的打工地方的其他店员就说他长得好像国中生哦。哎，怎么会呢？因为我已经长得像大学生了。是因为我那天没有化妆，所以我很素，就是可能有一点像国中生。我朋友姓吴吗？你怎么知道啊？怎么了？谢谢南瓜送了一颗星，祝我年轻。其实我不会贴睫毛，但 I would try， I would try， 毕竟反正这房间最了解你，大家可以排第八十，然后真的，真的假的？重点是八十听起来是一个很不了解的排名哎。你要说你也要说你就是了解是排名前十吧。这个这么黏，它黏在上面，我拔得起来才怪。我觉得它等一下会断掉哎、欸。他已经开始闭车了，我的仙子毛已经闭车了。
他已经闭车了，救命！我来试试。我不会粘呢，我真的不会粘呢，完蛋了！啊！像粘在哪里啊？根部上面还下面啊？都粉76，没错。我的睫毛一直掉，我的睫毛有一天它一定会。你没有看出来我贴什么东西吗？我觉得我贴错位置，它应该贴在下面才对。可是它粘不回去了。看不到，干嘛？不是啊，我就没粘好没，等一下啦。我不会耶。怎么办啊？它的毛都歪掉了，被我用到。哼，那我拿这个。这个很贵，他说他可以重复使用，欸，他说他是就是他说也不他说我说这个要1200日币，我觉得很贵。可以粘上去吗？可以给我好好的。那个胶粘在这里，我明天花最久的时间一定是在用这个，然后大概是我用了第一个粘不起来之后，我就会说我不用了。再度尝试，
我们会成功的。我们会成功的。他的眼，他跑到我的眼睛里面，然后我眼睛就，我会瞎掉吗？不会，他应该是通过测试的。叫要半干哦，这样吗？这样吗？没有，他粘在我手上了。怎么会啊？这个有那么难吗？看不到啦，我也看不到啊，我根本就自己也看不到。我自己都看不到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you know。我还有一小可以练，天哪！好，我们要成功。降吗？降吗？降吗？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吗？你们没有，因为我也没看到什么。等我先把所有的都粘起来，先等我把所有的都粘起来，我再跟你们说怎么样。这个到底要从上面拿下来？它这个怎么拿？它都会烂掉啊！它现在已经歪掉了，能看吗？拆那个下面的底，什么？走下面那个底，可是它粘在那个上面欸。它又粘在我手上了，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你看，它整个歪掉了。哎，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设计？这么难。能看吗？一坨东西在这里，能看吗？我是建议明天就别用这个了。没看过有人仙子毛贴成这样的，这到底是什么？没有，它根本是浮在那里的。靠近一点点，等我一下。可以用睫毛膏把它们粘在一起吗？哦，好像有点效果。哦。真聪明，就你看，你看，你有看到我贴什么吗？可是因为它刚刚歪掉啦，我看它不顺眼，所以我先把它刷了一下。就你看，你看，它跟我的原生睫毛在打架，欸，它浮在那里。我知道为什么它跟我原生睫毛在打架，因为我粘在我的睫毛上面。他没有办法像以后可以，不是啊，他是要粘在那个不是什么那个吗？你的下眼睑，上眼睑，是吗？我记得是这样。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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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们看得到吗？咦，跌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好像可以哦。那我再，哈，偷想偷看还登错账号啊。真尴尬，这个不能熬欸。对啊，你们好像看不太出来，但我自己看是看得蛮出来的。哦，二手书，
他没有拍书框。我靠近，你看呢？诶、欸，他问我是哪一间学校的。啊，他只提供面交。回我回我回我，姐姐回我。真难过，他还没回。没有，因为他说他只提供面交，就是他可能想说，我看看啊，我可以请我妈帮我面交吗？先不要回，晚点回。他会想说，怎么我来面交的是一个阿姨，好好笑哦。不能念书吗？笑死！等一下，差点传到公司的群组，尴尬。还好没事。爸可以来接我了，好好笑。好的，这是男生才会做出来的事吧。快要成功了，笨蛋，你是不是传错？你是爸爸群，没关系，万年把我的照片传给他的发型设计师啊，也传错人了，哎。
他之前跟我去九份的时候，然后他要预约设计师，然后他用他的手机帮我拍，然后他就传给他的设计师，他说啊我传错了，然后而且是不能收回的那种。哦，有哦有哦，而且我最后一错一粘就粘上去了，为什么？怎么落差这么大？你们看到吗？哦，可以可以，我明天提早一小时起来弄，但远看好像没有看到什么耶。是要再加个眼线才会更艳丽吗？跟那样洗洗睡的人现在在那边用这个。没有，我开玩笑的，我不是走艳丽路线的人。我问他这个，结果他一直给我转移话题。再回来是啊，你可以帮我面交吗？这样吗？我又在问你，我问我妈什么时候有空。然后他又问我说什么时候，您什么时间比较方便呢？我问对方一下。您还是我把另一边也粘起来看看，反正我现在很悠闲，而且我现在精神很好，所以我们今天播两小时，然后礼拜四只播一小。你是漂亮有你哦，粘什么假睫毛？假睫毛啊。配合你，对方一读，那等对方回，我这周播两次，没有看直播表的人在那边，不是3.5吗？
他说，给他评。礼拜四，干嘛四猛娘面交是不是？对啊，换边眼睛。得心应手，你说今天两个小礼拜是不是？对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样不是3.5吗？不是很合理吗？我刚不是说一小？啊，我刚说一哦。什么什么为了呛你，你就没事找事做啊？奇怪。啊，四毛。我新的玩具作家输了，唉，真糟，唉，没爱了四毛，没关系。啊，我宁愿遇到就是现在还推我的人，也不要遇到就是退坑不推我的人欸。你不觉得这样比较好吗？但好像通常都是反过来，对不对？我看我的六福村没事的，我都是遇到我的推，不是我的推，推我的人。没有遇到你，代表说你不够推我。我推个粉丝，是不是没有推你？问你啊。是吗？
毛呢？我刚刚有一撮拔下来，但是它飞走了，现在不知道在哪里。现在随便粘，它现在浮在那里，它在那里被粘住。我现在不想粘了，先这样，因为我想说，反正我等一下还是要把它撕下来。今天贴那么用心，贴那么用心干嘛？今天贴这么用心，都是为了明天而准备。它浮在那里。哎呦！哦，感觉就这样喽。去考会计，长得漂亮一点，真的吗？老师会让我那个吗？不用考就通过吗？对会计的一种尊重。对付会计这种生物，我们要漂亮的迎面而战。我们班导，好吧，我们班导是蛮喜欢我的。但以往我都是很认真的准备他的科目。感觉是这样哦，感觉就是这样咯。跟班导比的心，欸，我们班导今天经过我说他真的在，但我们班导是一个妈妈，他已经蛮年轻的吧，他心态很年轻，是大一元，他是一，反正我没有比回去啊，我怎么会呢？我跟他说拜拜。你爸跟某个粉丝一样，不知道贴睫毛花了多少时间欸。五十分钟，你说我贴睫毛贴花了五十分钟吗？很久欸。40分钟睫毛，15分钟卷发，我还要化妆。化妆先抓个30到
一小时，但贴睫毛四十分钟，贴睫毛四十分钟，那这样子化妆抓个四十分钟，八十分钟加头发抓个十五分钟好了，然后我再拖一下再抓个二十分钟，八十加四十，哎，八十加三十，三十加二十，这样是多少？这样我也是明天正常时间要起床啊。哎呦，提早两小时，好，我会很早起床的，因为我在弄我的人。我明天的统计真的上不到了，拜托第一节课不要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不是不是有的没有的，拜托他讲一些有的没有的，没有要上课，不然我真的会完蛋。我这个不擅长的人，统计的人。应该统计会计都是计耶，好烦哦、喔！不要再计了，我真的。而且我看那个大三从补修统计学，超多人的，好惨哦、喔！我明天怎么那么累啊？辛苦自己了。准备学测的学位没有吧？有2003年的考题哦、喔。我看一下，今天星期二，读商管系嘛，差不多。大四没数学，统计好难，真的。好，放个音乐。现在回家真是直接睡着。我妹为什么也在听音乐呢？你现在也想睡觉，我也觉得差不多。我要拖完音乐，等一下发现我没办法听。这样现本人看还蛮长，但是这里看好像不清楚，加浮浮的，这应该粘在这里，然后连接我的眼线。它要掉下来了。没有，明天会好的。欸，朱伦，你有买官方的会员吗？你好，该找人了。
要干嘛？没有啊，我就问你说你有没有那个、啊，你有没有买官方的会员？小助理吗？他昨天在蒸馒头的时候疑似失火。哦，没买哦。是啊。他的那个直接黑掉、欸，馒头黑掉，然后他说整间屋子都是烟味，然后他就说失火了。他说蒸馒头蒸太久，就是馒头。超级好笑，我看一下。我昨天看的时候想说啊。馒头，超级荒谬的，第一次看到有人那个，你们觉得换手机要换15还是15 Pro 啊？还是我等16啊？现在这个二月。还是等16时候换15 Pro 等16吗？卷发可爱，谢谢指尖陀螺。好，换16 Pro。上课纸质排列，那我先换15。纸质排列我也觉得不好看。我现在手机是会被嫌弃相机的那种哎、欸。我拿什么？拿 C Pro 啊？我会被嫌弃耶、欸。那天吴奇辉说他帮我，我说我有手机给他，叫他帮我拍照，然后他就看一下，因为我的好了。我真没有戴眼镜。那安迪没嫌弃 ，i6 怎么可能？我的 i6 现在能不能开都不知道。S12 调整调整，抓！这有人说什么？睫毛膏快要干掉的时候，可以加什么化妆水之类的吗？还是就直接丢掉啊？加那个、啊、化妆水的吗？买新的，我开了新的啊。只是我想说，里面感觉还有可以。人工泪液哦，没用新的，算了，用新的。不会耶，因为那个他的那个不太一样，就是他浓稠度，就是因为可能那个旧的睫毛膏可能用比较久，可能里面
以为是真的睫毛，会混杂一些什么东西，它变得比较浓稠。它是一样的东西啊，两个是一样的东西，这个已经都被磨掉了，那个表情。嗯，就是要一种多用，才会。要放法造型。我是想说要绑这个，但是感觉算了，我不在 TP， 在 TP 的话感觉很适合，但是我不在 TP 的话就尴尬，尴尬。星期日吧，我的那个感觉明天就会来了。蛋卷夹，星期五吧。它是眼线，不是眼线，睫毛膏。三月吧。早点睡觉，不然我们会起不来。先设定闹钟。我最近这几天，我真是早上起来，我不会听到闹钟，哎，就是完全没有响的那种。他说为什么没有响？就像这也不会听到。可是我昨天很早睡啊，我昨天一点多就跟你们说完的时候，我就睡觉了。我今天还蛮压，也没有压线，但今天就是可能走去的时间比较快，我今天走蛮快的。但我在出门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拿出来，但是很烦。反正我今天画了整天就穿这样了。还好啦，这个还好，今天温度刚好很合适。今天不会迟到。我的练习好累哦，就是你知道，我昨天带了韩国跟那个日本的那个零食去，然后呢，没人说好好吃哦，然后我就觉得啊还好，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买伴手礼去的话，我会觉得有人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对。但我也很常把家里很不要的零食带去公司，然后过没一阵子，我就会发现那个零食已经不见了。就可能别人送我，但我不想吃，我就会拿去公司。因为我觉得公司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但我自己本身就不太喜欢吃零食。叫做什么？哦，我同学之前去那个不知道去宜兰买什么牛舌饼，我就把它带去公司。然后让他就是啊，好吃好吃，等我画一下就觉得没有看到了。圣诞节还是很快就不见了。零食，我真的还好，零食。
你要早点睡才不会有黑眼圈。明天不是啊？你怎么会觉得是呢？懂的就懂。明天我要去考会计。偷了好多零食，哪天？加油，会加油。我要去好好考试。我要在日本买一个，它写什么？可以抚平凹凸毛屑的东西，然后呢，但我觉得上次涂完之后我发现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抚平效果。我不知道啊，但我就想说先买啊，因为听起来很酷。反正我就是上次用完之后，我发现觉得就是反而很浮，整个妆很。还是要先上这个，然后再上什么一般的打底之类的。你看，就是说可以。然后反正我就是买了，不是应该先上一般的再上抚平毛屑吗？是先上这个、哦、还是我明天试试看？我会明天的妆感非常的糟糕啊。化妆水，然后这个再底妆，是吗？可是我还想要用隔离耶，隔离嘞，先化妆水，然后这个隔离嘛。我现在就是有人送我这个，然后我觉得蛮好用的 ，BB 霜，会不会底妆？哦，所以要先上这个是吧？懂了。好，我明天试试，我明天试试。他会成功。我昨天在公司，然后呢，然后小婷说你好白哦，我就，然后公子姐说，你说干嘛偷偷微笑？我就，因为我很白啊，所以我很开心啊。谢谢俊先生的锦鲤。试试就走。我白显男女生很难抗拒，男生。好，我现在来拆这个假睫毛。希望明天会一切顺利，它可以好好的粘在我的睫毛上面，拜托。就是左边的针旁边，然后这个是，
他在掉之前不都不会掉，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右边的，这是右边的第二个。没有拔起来，没有拔起来，拔不起来，好痛。好了，我没事了。讲回来，应该不会有人真的就是，不会有人直接拔吧？应该用什么卸妆？但是我痛。喜多超凶，啊，这样很亏。刚刚那个人第一个人被我封锁，还问我有没有吸尘器，我现在要拿吸尘器来那个吸地板。这边跟你们分享我的。美女有吸尘器吗？有的。速度真快，那你不是你们酒店，然后结果等下被那个骂，超好笑。我吸尘器，我们公司有啊。
汁。就我后来在韩国买了裙子，是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反正就是，你看他这里写125,然后呢，我买完之后，我再去楼上，然后说，西蟒西蟒，他这样讲嘛，我不知道，反正他后来就另一件说要送我品，但我已经买了，真难过。先买，然后回他卖掉，然后算算算算我100,000，没错，但我已经买这个价钱了，气死我了！不是啊，到底为什么会百货公司有卖同一样衣服的地方啊？这样吗？然后2,000多吧？是吗？是。我买完所以才发现这么贵，然后我本来就说没关系啊，反正就是出来玩就是这样，但后来好像算我110,000吧。喂喂哥哥 VIP， Hello， 你刚刚是想问什么啊？都行进入对，我帮你解禁言一下，你再说一次啊。主播可以做一下 ASMR 吗？就在20下课压力大。什么叫 ASMR？ 你要什么？哈？Happy Happy。Sorry， 但我觉得到了下播的时间点，我就不开念榜了。第十名是钟莹，谢谢钟莹。第九名是光一，谢谢光一。第八名是冰彻玄，谢谢冰彻玄。第七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第六名是自伟，谢谢自伟。第五名是俊生，谢谢俊生。第四名是韩吉，谢谢韩吉。第三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二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第一名是南瓜，谢谢南瓜。我有解啊。我刚刚解啊，我解开啊，可是他可能他发现他不能留言，然后他又走了。I'm sorry， 我不是故意的。我们礼拜四见，拜拜，拜拜。